就很开心可以帮球队立功，因为我昨天是输第二点，所以球队的气势很不好。然后今天我排第五点，那真的打到我的时候，我就想说我要尽力帮球队拿下最后一点。对，觉得自己发挥的没有很理想吧，尤其是第三局后半段的时候跟第二局的时候，就是我到顺风的时候，我自己出手很犹豫吧。对啊，自己的出球变得很简单，让对方很容易抓到我的节奏。对啊，就对方进攻的比较顺。先从技术层面吧，因为他最后就是打得过于单调，可能有把握的球路比较少，所以后来出的球几乎都差不多，那也是被人家抓住了。所以我觉得先从技术方面做调整，那你心理方面，我觉得自然就会有突破了。我的话就做好我的部分，那其他就由教练安排，看教练排我第几点，我就好好的帮球队拿下我那一点的胜利。对，其他就是靠大家一起努力。